无止境拉扯。但是我就像海豚，就是 happy， 上下自我，几个拉起的头，就不像你头晕难说。要不就冲一个，不要说。跳着吧，大神。欢迎收看《挑战吧大神》。好，观众朋友，最酷炫的装备上架了，赶快下载《挑战吧大神》APP， 我们大家一起来收集。当然，想报名节目挑战的朋友呢，也可以直接到我们的粉丝专页留言私信给我们哦。好，欢迎今天四位参赛了。第一位呢，上一期挑战成功啊，远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啊，然后留在台湾工作。好，欢迎小明。欢迎。主持人好，大家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哇，两万三千是不是有守住了？对啊。对，也好可惜哦。那你甚至没有这个命。喜欢哪一个可以提示我们市井小民？哎呦，市井小民哦！哦，他的小名就是这个市井小民、啊。市井小民、啊。不过最重要的是，我牌打得不错。哦，真的。对。而且你运气也好，你们听一样的，而且你也、哦、不是，我守的也很好。我是可以听两头的，我不是听对倒啊。对。要不然就放他炮了，对不对？高手。今天加油啊！好，欢迎小明。来，第二位欢迎倩儿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倩。啊，小倩，小倩 ，OK。小倩，这个平常一个礼拜打几次麻将？大概十次吧。没有啦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肯定开玩笑。开玩，我也知道在开玩笑啊。一个礼拜打十次，打十次，那真的不用工作。还应该打得不错啊，应该打得不错。那这个上节目有没有做什么心理准备啊，或者是有什么战术啊？也没有，就是来赢钱的。我告诉你，有战术的。东风圈尽量不放炮，没错，对不对？哎，尽量不放炮就是一种战术啊。好了，欢迎小倩啊，谢谢。来，第三位欢迎小允。主持人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允。干嘛大家都小来小去的啊？小明、小倩、小允。小允是要上班了吧？对，上班是吧？从哪里来？从我是花莲人，然后住大园，上海北部工作的。哦，这样哦，这个是这个叫什么？也算北漂了。对对，对不对？没错，对啊，花莲到台北来。啊、哦，那你现在在这个算桃园，住大园对，啊、哦，桃园大园大园桃园嘛，对对对对对，就是机场那边嘛，没错没错，是不是？好、哦，哎呦，那这个要赚一点生活费哦，要赚、哦、要赚，马上过年了，奶粉钱，奶粉钱，结婚了，对 对结婚了，啊、哦、结婚了，好、哦、一个小孩、哦、肚子还一个，哦、哎呦，那今天我们好好的这给他加油啊，运气很旺，好不好？好，来欢迎啊。来，这个是黄佩玲。嗨，大家好，我叫佩玲。佩玲，你是最好的，你看，那么小允、小明、小倩，那是不是行不改名，坐不改姓？黄佩玲，那本名本姓，对不对？对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做什么工作啊？早餐店。早餐店，早餐店啊，很辛苦哎。但早餐店很可怕、啊、哦，对对，收入也很好、啊。但、哎、是我喜欢吃的那个水煎包，我们制作每次去买，真的，一个25块，四个就100，你知道吗？我看他一天一锅一锅一锅的，哎，一天要做几千块上万，不难呢、欸。你要说他暴利是不是？暴利，我吃25块，很辛苦，但是。虽然是比较辛苦，但是其实比上班好多了。嗯，对，对不对？他早了起早一点，但是呢，哎，大概10点11点就收工了。对，没错，他一天很多事情啊。肯做最重要了，是，好不好？好，欢迎大家加油。来了，马上我们的东风三缺一。来，马上是我们的东风三缺一。哎呦，最近我还不错哦，啊，最近我连锁了3场啊，厉害。所以打到我们决战北风北的话。各位啊，还是要小心啊！要注意一下，我是一阵一阵的啦，运气最近不错，有高有低，好吧？刚刚你们不要碰到我高峰的时候。来，小明，来，小明开门，还笑得出来，不错。马来西亚人看得很开啊，没错啊。十，来看4家的牌，王家小明，来吧。小允的牌，倩儿起来，佩玲加油，来，小明，9锁，碰，好，立刻碰起来。东风，东风碰，好，不要给小明，来抓牌，碰一个，哇，小明要小心了啊，大家都对准你了啊，南风，一饼，吃一张，6万，一年。八饼，4万，胡乐，好，小明，这么快，来，大家把牌倒下。他本来听卡张，是不是在转？没有没有，刚听而已。啊，刚听而已，刚听而已。啊，4花1台，庄家，哎，庄家，哎呦，2台啊，佩玲，啊。
好，东山缺第二把，那小雨，十三，那看四小的牌，王家小雨，倩儿的牌，加油，佩玲，加油，小明，再接再厉，来念，北风，好，出来，好，白皮。五花，东风，二万，有二万呢。好，先放进来哦，哈。对，好，先吃碰。碰，红中，碰一个，这么好碰，大家。真的耶。三所，都挺合的哦。吃一个。哇，这么合。一饼，九饼，三饼，十一张，小兵也不错，九所，这个打了三条，男生都很好玩呀，嗯，好喜欢，一万，三饼。北风，再一张三手。哎呀，五万，碰，这么好碰，东风，二比，二比，我们大声一点哦。好，南风，碰，哎呦，倩儿，五万也碰得到，倩儿感情多了。二锁，五花，一饼，八饼，西风，九万，九万，十一张，五，三搭。通常卫冕者东风，哎呀，还卡庄哦，卡六条，哇，来，还倒下了，还想要说通常卫冕者东风都比较旺的，他那听牌了吗？哎呀，三台，南风发财独听。好，来，东风三缺一第三把，来倩儿，来倩儿开门，十，看四家的牌，王家倩儿。佩林，五一把吧，小明，北湖，小远，来，倩儿，西风，碰一个，我立刻碰起来，碰个打，红中，这边，对，斜着这个，嘿，好，北风，风 ，sorry。是呗，是呗，很好，帮忙一下嘛，谢谢。一万，不要讲出来，有点太明显。五饼，碰一个，哇，四五饼碰的，谢谢。六条要拿回来，要拿回来，不要急哦哈。六条吃一张，这个小明简直了。五七七九。我让叫他不打，你看。哎呦，你好可怕哦！换我吃。想想，我想想，七饼。七饼没吃到。北风。小鸟。杠一张。二饼。一饼。绝张了，一饼也绝张了，一饼也绝张了。发财。白皮，八锁，五万，七，五万给他吃起来了，三锁，五了，啊，来打倒牌。多深啊！
三六，对不对？我想说，这牌很深的，很深的牌。对，饼子都完全臭。你现在是胡了一个屁胡，庄家一头，他庄家对，欠了庄家哦。好，欠了庄家。好，来。东风三缺的最后一把，报告你们四个人积分啊。好的，现在我们的卫冕者小明分数最高是5500分，嗯，小雨5000分，倩儿5200，佩琳最低4300。其实都差不多。可以啦。啊，5000跟4300差700，嗯，啊，所以呢，佩琳你一定要胡牌，嗯，对，啊，这一把牌很关键。好。啊，那你们两个分数基本上算一样，5200的5000，好，来，现在是佩琳庄家。十二，来看四家的牌。庄家佩琳，加油！小明要稳了。小雨的牌，赌注。倩儿吃掉小明。哦，要吃掉小明哦，很好。他很开心啊。我没办法拒绝。真想被吃。下流。无法拒绝啊。怎么这种观众会来参加节目？拒绝往来，以后不准再来。西方。OK 啦，马来西亚的观众比较活泼。来，对，先拿进来，好，来手下来了哈。白皮，九锁，九条，三瓶碰，好，四饼。碰！哎呦，小雨剩4公分了，3饼。挑战吧，大神！3饼碰，好，4饼碰。哎呦，小雨剩4公分了，三饼，五只，1饼，1万，碰一张，无所，包了，哈，哈，哈，小明没事，他没事，他放光没事，把佩琳放掉了，对，佩琳放掉，来倒下来，来倒牌哦，小明要倒牌，他晕了，他晕了，北风独听，啊，两台，哇，没办法，这一放就把佩琳淘汰啦，好，来，我们南风逆转胜。来，马斯姆的南风逆转胜啊！这个东风呢，累计了5000积，奖金并不高。哎，我们起手是给你们5000的积分，没错，还多了700，加700。小雨来，来，你的分数最高，你东风17。来看四家的牌，庄家小雨，倩儿的牌，冲冲冲，倩玲，小明，来，出菜喽，来出菜，一锁。中碰一个，哎呀，红中碰起来哦，先拿进来，不要忘记，好，8饼，8饼甜的吧，嗯，4锁，有甜哎，这个也很甜哎，这个比较甜哦，还这么好，东风，东风，小明紧张了，西风，因为不好的牌都在我这。不妙不妙，2饼，西风，9万，5饼，9饼，11正好，南风碰。9饼，6饼，发财，
七所。八笔。四笔。四笔。再打一个六所。哎呦，你有七条这样猜的哦。五笔。哎，这么多这一卦，他丢了四六笔，五笔就出来了。八万，再一张发财。哎，七万，四所，哇，真是，真好，五八万。八所，九万，九万，九万跟打，四条，喂，哦，真是摸到了，第三张发。张在这，第四张吧，八所，来，小白，没有，没人要，五万，九笔。哇！来，大家打牌。对打，对打，这边还没。好，四波台，一台对两台。男方女方是第二把。来，倩儿开门。啾。八点，我来看四家的牌。庄家倩儿的牌，吃掉奶哥。哦。倩奶，小明，自己排吧。小雨，加油。西风，我是不会被淘汰的。你看，针对他们，你吃不了。九条，一笔，吃一个。有，一笔吃起来。先吃一个，先吃一个。西风，四万，四万吃一张。再吃，哎呦，真好！六万，吃一个，中中中间，八笔，一万，六条，六万。白皮，还有白皮有一只，七万，万字凑，八条，八笔，我绝对不会拿笔子的，他已经吃太多了，是不是？九万，搞不好我会自己摸到，哎，只要他说什么你就说什么，好不好？这样大家都知道了。六条，六笔，哦，打六笔我就可以跟你打喽。七万，南风，六笔，好拼哦，四所，吃一个，吃而已，只是吃。来，先吃鸡来。一万。南风。八笔。一笔。二万。
白皮。老外。没事没事，滑下来。来。没有五号。五号。划一只。黄的这个牌。无所。都卡死。小明的牌我有五张。哎，真的吗？无所。四条。啊，又一张六。哎呀。花饼。下车右边，看到没有？下车。Flower。白芝。西风。白皮呀。你说卡死都卡死。一万。哎呀，可以好发财。哎呦，哎呦，还可以摸到这一张。杠。哎呦，还可以按杠哦。又少一张牌了，哇，弄个对倒，算了。你没牌了，你没牌了。一条，四万。嘿，欠了没听？欠了没听？一条。我要摸吗？不用啊，不用啊。没了。听什么？二五对边就不摸了。他听边三条。啊？猜错。听边三条，但是我猜万字边。这四饼都卡死了吗？都没有了。黄庄，好嘞，那模拟转身第三把，来你奶奶的庄，八点，开四角牌，庄家徐乃莹，小明，进牌吧，小雨，小倩，来，来吃菜，饼大，吃一张，哎呦，这么好，立刻吃，三饼。哎，这里对对对，离你最近的地方。东风，东风，调酒，再吃一张。哇，来哥跟你很合呢。东风，没关系，给他吃。马来西亚的朋友，南风，待会就他吃了，他听牌没牌打就放炮。有毒有毒，南风，那是个陷阱。来，再一个。花饼，五花，五万，八万，六手，吃一张，六手吃起来，能吃到，发财。调酒，又要黄，喂，一人剩三张，我可以，你可以稳得住是不是？发财，刚发财哦，安全，安装安装，手安全，非常安全，九笔，没事，八笔。白皮，哇，有难分难舍，难分难舍。现在是第三把嘛，哈。二笔，好，四笔，四笔，胡，来对倒，来大家倒牌，四饼跟四万。对打，其实我没有了，不应该打的。好吧，门清，庄家，两台，庄家。
来，我们只能是最后一把，报告三家的积分。好的，现在分数最高分呢是我们的倩儿5300分，然后小明4300，小允4100，最低。哦，4100、4300算一样了，200而已。啊，你们两个就其中一个要离开了，但你也不能放个三台的。对对对，三台你还是会输的。好，来。 十二，把它看世界大牌。庄家小明，耀进城。小雨，摸起来。倩儿，稳中稳。倩玲，稳中稳是不是？对，有够稳。东风，风，五花。好，在那里。北风，西风。 发财，一笔，碰一个，一笔碰起来，先碰进来哈，好，九所，九所。 你也是左撇子，不是，左手顺。八万，平常都爱打牌哈，右手吃饭，左手打牌是不是？左右开弓的。五花，八手，八手打，一起来了，来，先拿回来哈，八手。哦，好。 3万，6条，7万，3所，来抓牌，对，那个，自摸。 啊啊！输了，来倒台。哦，你倒台，就不打了。差了一点。哎呀，你6万还是有牌的，其实。对啊。对，还有2张。赤木台。哇，小雨呢差200分。哎，同分啊！哦，因为你庄家，扣1台。所以呢，本来差200分，哎呦，恭喜你啊！小雨，厉害啊！厉害啊！你救了他。 真的，一起晋级。小倩，你不见得这样子好。没错，因为多了2个敌人，要不然你本来西风只有1个敌人。好，你家西风淘汰2个，好不好？大家加油！来，马上是我们的西风冠军战。好，马上是我们的西风冠军战啊！东方蓝方累计是多少？1万3000。1万3000，对。好，来西风开始，你庄家。对，现在5000重新开始哦，哈，每个人。齐川。好，齐。把它看四家的牌。庄家倩儿。 倩玲，小明，要进牌，小雨，摸一把，小雨你是被救到了，被他自摸救到，真的救到了啊！好来，出赛，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，没错，10万，北风，他比较倒霉，他要被淘汰了，这一波不了，所以他会倒霉下去，不会吧？不会吧？哎，小明，我们要谷底反弹。 谷底反弹，你一直在谷底，才要弹了啦。弹一下给他。西风。南风。小白。 东风，发财，东，红中，发财，9所，6万。 6万这么甜，打错了，5中。
西风。一所。芭比。芭比是一张。打个七饼。有低有低。二万。先跑先跑。二筒。三饼。三饼。还要吃哦。往西跑哦。跟打一张一饼。碰。跟谁打一饼？跟谁打？哪里出一饼了？错了错了。误会一场，误会一场，没事。北风。二饼才对。哎，小白。跟打二饼。好。这就换我吃了。哎，绝招。很好哎。等很久了。四饼。你都捡到最后一张。运气不错，运气不错。二鼠，八万，八万哦，九条，九条，没有要，九不败，四鼠，哎呦，果然果然是。是有道理的啊，九万，二万，通风，安全，通风安全 ，IP， 九万，才九万，八锁，通一个，八锁。这可以放六条，二笔五笔，到底是什么是五笔？发财，二笔已经没有了，九笔到，哎呀，来来三六九，三六九真漂亮，对的，来大家一起倒，我还两张呢，他还没有，庄家台而已。好，西风关一下第二把。来，拿一个庄。五，把它看四架牌，庄家徐乃莹，小明，进牌了。小雨，冲刺。好，来。哎呀，牌这么好啊！北风。西风有台。有台，西风有台。西风一对是有台。北风。哦，这张不错，北风，北风，北风 ，flower， 发一只，最后一筹喽，九饼，东风，青发。南风，东，灯打新发，九条，东风，中。跟打中了，很会跟你。那我们不一样的。南风，白皮儿，一饼，跟打白皮儿。九万，碰一个九万，碰一个，
西风谁的？丢过一只了啦。对耶。古花。哦。这值得思考。先打红妆好了。嗯，红妆红妆。二万。春姬，碰一个。再一碰哦。吴斌。八万。男的。再一张发财。七万，发财，都是这些东西，九条，九条，九笔，一万，锁，八万，九锁，锁，七锁，七条，一万，一万碰一个，哎呦，好对哦。这有点危险呐、啊，二锁。危险你不知道，打牌打那么……哎，哦，算了，放你一马，放你一马。三锁，四八，躲过一劫。八万，八万，有个八万绝招啊！东风。我花一只哦，橘色尾巴。起床，起床，七条，一笔，五万，五万。还能吃啊，这么厉害。来了哦，三家等你啊。天哪，还想拼一把，还有三张牌吗？听七个懂。这个谎话说的。三万够了。哇，三六。六吗？两张都不行呀、啊！老派，你有听吗？没有。你听什么？你小明听什么？好、啊，那你还硬吃啊？我还以为你吃听呢。拼一下嘛。吃完上阵。好，屁股。哦哦哦，双三花嘞。西风怪战第三把，来，小明庄家。小明啊。自摸吗？自家自摸了。八。那看四家的牌。庄家小明必须得自摸。小雨再胡一把。倩瑞的牌稳中稳。倩玲出菜。九锁。九锁。要急。甜的二锁。有哦有哦。哦，还那么美。吃不到。西风。一笔。一锁。五锁，我有天，吓死了！一条路，二五一路，北风，西风，五花，一万，西风，
发财。碰一个。发财碰哦。碰一个。你看看，本来该走的没走，现在分数最高。真的。他领先你两台。西方要淘汰两位哦。怎么会这样？就他了。你很气的，九比零。很气，很气。白平。发财。八万，九饼，哎呀，又一只九饼，二万，白皮，六万，六万，有天哪，二饼，碰一个，二饼碰。哎，去哪？去哪？碰了，南风，碰一个，倩儿笑得很开心。哎呦，压那么久，听牌了，听牌了，小心啦、啊！九万，南发，怎么南发？他说你南发了，要红灯了。九锁，一条。三锁，碰一万，谁的红中？红中有人的吗？没有。三笔，一笔，七万，二锁。四手，四条，还有三条、四条都被碰起来了。东风，九万，绝招九万。七条，哎，北风，自己打过了哈，找到他了哈，小明紧张啊，还是要走一个谨慎的路线，淘汰两个人呢、啊，三饼。南风杠哦，七条，又是七条，他是我的，七条，谢谢，安全，红中，哎哥，好多条子，哇，五条，青色，啊，没有，没事。他快漏尿了，真的要漏尿了。六条，马来西亚人被吓死了。马来西亚跑到台湾来漏尿，跨越几有九饼，哇，你一砍那九饼，杠，上，会，会，哎呀，我的东风啊，哎呀，退掉了。哇，怎么每一把都打到这样哦？起床，起床，再尾巴，再尾巴，一定是再尾巴。再一次哦，哎哎哎，下一张就是红中，红中，一直是三张，紧张，紧张，一万，还没别的挂，看着看着海底的牌，哎呀，红中。有白笔，白笔，还笔子多难打，真的真的，不放炮也是个好想法了，没牌了，二锁，
四万，外皮，哇，九饼，局长打了一堆了，大概就看奶哥要不要左右战局了，四万，哎呦。 想谁留下来就放给他。九饼没有。唉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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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让你们可以去拼最后一把，五万。五万哦，怎么样，小明？五万，五万，他吃了定盘。不，有吃的有安全牌就赶快吃起来。抓海底耶。对啊，有没有安全牌？ 我跟你说了，机票都花了，我就不要。不要。四个男人，四个男人。要打几饼？要打几饼？一饼。没事。好吧，海底自摸。三饼。看他打。 要不然我胡了，西风，来七万，小明，各位同学，各位同学，哇，真的假的？他也转到四期了。我原本听三饼八条，然后四饼再转二五饼。哇，小明，我是打七饼定盘，我放他。 我要被淘汰了吧？没有没有没有，都要四七饼。嗯，你看他要上四七饼，我觉得不打。厉害厉害。原本是二五，牛逼。还原本二五笔转。二花自摸两台都三台，来，最后庄家，我有三，大家三台。好了，新婚官家最后一把，报告你们三个的积分啊。好的，小明现在分数最高分是7300分。 嗯，要我们的小雨呢，4700，倩儿4400，4000七，4400，哦，7000多，差2000多，大概要摸三台了，对，2000，好吧，来，现在是小雨庄家，来先开门，多了一台的机会，加油，九自己，来看四家的牌，庄家小云，加油，倩儿的牌吃小明，小明，要稳住，稳中稳，所以不要稳中稳，要稳。 让我发财吧。好，发财。东风，小雨要胡小明的话要三台哈。九饼，是一张。东风，红中。 杠，好，睡一个。白皮。发财。小雨自摸就有。好。小雨自摸就有。红中。千人要摸两台。一万。哦，一定要摸。嗯，一定要自摸。小雨、庄家跟一华已经两台，所以你一笔。 小明还是危险啊！要稳啊！一锁，二锁，五花，八一只，二花一只，这样子，西风，西风，20000。 五饼，吃。五饼，等一下。哦，想干嘛？想碰掉是不是？少一个对手。碰一张。我，你要第二只吧？没有。一饼。有第二只会打出来吗？会吧。还好到了才五饼对的。啊，欠了也是自摸就有哈，大家都需要。小明也是挺危险。
二饼。五花。白汁。白皮。猜了啦，九鼠，怎么猜？我猜，二鼠，八鼠，好乖，好一只，六笔。九条，四饼，南风，哼，怎么了？叹了一口大气啊！六饼儿，六饼，白皮。条，九条，下家打锅了。红中，红中，七饼，四万。北风，还有北风。三笔，这样要到吗？不能碰，不能碰，绝对不要，绝对不要，一定要自摸。西风，小兵打可以，来都不行。九条、哦，四饼，八饼，一锁。三组，三条，三组，九饼，再一次二组，西风。慢慢看哦。七条。七条。挑战吧，大神。慢慢看哦。七条，七条，有七条碰起来哦，六万，六万，吃一张，这个小米也是哦，那只好干打一张七条，还能吃你哦。对啊，你也是糊了。你也是糊。你刚刚应该。他不能糊啊，他打了七条怎么糊？对呀、啊。对啊，他打了七条还不能糊、啊。哦，他自摸了两次。他糊了一次，自摸两次。糊了一次，自摸两次，杠上。因为他打了三条，跟紧接着三条，是不是？嗯。还倒下来放炮，他不给我看啊。不想面对嘛、啊？你有什么好不面对？就放这个小小的。嗯，对耶。技术炮、哦、三花一台。对啊，技术炮哎。好吧，那没办法了。这个在我们西风呢淘汰了两位，有小雨、小杰啊，小倩儿。小倩儿。好，两位淘汰。来，败部复活战。来，马上是我们的败部复活战。今天总奖金19700也不算少啊、哦嗯，加了我们这个总省5000的24700啊，所以可惜倩儿。
把他南方打的，可惜耶，救了你，你也没有活过来，啊，还被我们那个马来西亚的又弄走了，弄走了，好吧，三位加油，来，倩儿庄家，加油哦，十六，把他看三家的牌，庄家倩儿的牌，佩林，加油，小雨左手好，加油，来倩儿出彩，南风。西风，中，白皮，九条，吃，好，九条吃一张，白皮。八条，红中，七锁，七个，七条吃起来，六条哦，甜的，北风。二笔，一笔，五笔，一万，五八，八笔，碰一个，八笔碰。六万，一笔，北风，我们要大声一点哦，哈，九万，碰，六九一路，哎呀，碰起来了，八万。东风，西风，二笔，东风，六笔。哦，自摸了，又是三条，厉害，三条很好，回来找你了。来，大家倒牌，而且是卡三条，卡三条，他们俩贴的好漂亮啊，四七零，四七条，哇，独定庄家自摸三台。好，拜夫妇站的第二把，好，佩林开门，你们两个拼自摸啊，十一，把他看三家的牌，庄家佩林自摸。小雨的牌摸起来，倩儿来，东风，白皮碰一个，白皮碰哦，西风，青发碰。西风，一桶，九条。那你们两个要听得早，胡牌不要胡，可以过水哈。平时摸三个人，啊，平均四个人来摸八张牌，两头的话，像三个人摸八张牌，机会更大。二万。南风，哎呦，南风也要碰吗？要。五笔，五万，五万哦，是五万。八条，
九笔。九笔，哎呦，还要。哇塞，这么好玩。三扑，三扑落地。八万。是一个。是一个卡张。三万。九万，四万，空一个，太妙，对啊，好酷、喔，来，先把它拿进来。好，一秒，小鸡先走，三锁，恩公，慢走，恩公，慢走，慢走，九万，五锁，五笔。一万，三万，八万，八饼，九饼，吃，有九饼吃哦。发财！挑战吧，大神！芭比，九饼，吃，有九饼吃哦！发财！九饼，自己摸，自己摸也是九饼。我也是。五锁，小鸟，八锁，八条，字母六字母。哇塞，完了，难追了，难追了，这个。天哪！真的耶，来大家倒牌，南风发财，自摸，毒庆，四台，好，败不复战的最后一把哦，倩儿连摸了两把，所以呢他们两位很难追了，小李都被赢，来你们三个分数跟你报告一下啊，超级悬殊的，我们倩儿现在分数是11500，来佩林1600，然后我们小雨1900，好了，待会再帮你们算，你们两个摸几台？基本上都差到9000多。其实我们节目有曾经出现过10台逆转胜。嗯，来，小雨，超强的哦，坐牌了。对，有可能是你。打三耶，九，把它看三家的牌。让家小雨，倩儿，出空中，佩林的牌，有，来，想一下，南风怎么玩？这牌怎么这样打？你一定要做臭一次，碰碰胡，对不对？对。空中。我说 Nico Nico， 你们家要能够8台以上的，只有臭臭跟碰碰两种加在一起。东风。啊，要不然就要做 Nico Nico。二比。二锁。发财。哦，你们是门清不求一摸三，你们知道如果做门清不求一摸三，里面还有这个碰碰胡的话，哦，三就有三暗卡什么之类的，三暗卡，所以看你们牌的变化了。边走边看吧，哈。牌皮，九条，九条，
门清不求一摸三，凑一色就七台了。啊，独体。独体八台。摸个花。你要庄家九台。公公。一花十台。哎呦。啊，你阿伟哦。哎呦。这么美好哈、啊。算一算就已经糊了。九手。右手。六条。三条。三饼，还欠你就摸就打了，不要就打就对了。他们也不会服你。对，他没得，还得过你十万。碰一个。好，碰起来哦，三万。小鸡一只，空中，二万，空中。随时随地关心一下。海底的局势，二锁，佩林这牌好远啊！有梦最美了，八万，碰个，哎呦，有起色，有起色，东风。北风。八条，八一只，八条，四锁，九锁，五饼，一万。吃不到。五花，西风，白皮，北风，二万，北风。四万，那佩里好可怜，怎么都做不出来，小鸡，什么东西都做不出来，你看破就糊了算了，或是还是你想要让小雨晋级的话，就一笔，小雨也不容易了，看这个牌路。二条，二笔，三锁。你小雨要糊碰碰跟臭臭才能。小鸡，七笔，八锁。三条，南风，南风打过一只了自己，三笔，五花，四条，哎，怎么打四条？跟打逆口逆口走，对，就八对啊，八对没错，可以走破破，一万，四条，五条，五条，四万，北风。三个人砸到黄，搞不第一次。真的什么局势？六条要喊哦。六条。一万。南风。七
请发。发财。七所。四万。分数。白局。哦。五条。不够，分数不够，凑一色字幕也不够。六所。庆儿这一场怎么打得这么的辛苦？哇塞，没有他的话全部被他们摸走了。抓住，抓住。七万。黄了，这个牌。九万，九万，九万。他听六九万听好久，我就把他抓住。他这么一剑抓了六张，他刚刚有抓，还倒下来，倒一下。这牌你看没机会了，他要碰碰凑凑才有八台。好吧，恭喜他欠儿败不复活获胜。好，来决战北凤北，来，我们马上是决战北凤北，今天总奖19700啊，这个种子是我们的马来西亚乔生加5000，这个小明加5000，24700，啊，欠儿是败不打上来了，欠儿你要胡他两把，加油哦，两把，你要胡他两把，两把还一把，你才能够逆转啊，来，小明。七川，再看两家的牌。刚加小明，来吧。倩儿的牌，回国吧你。快回去。回家吧你。来，小明。九所。九所，好，这样。一笔。二所。四笔。五所，二万，七所，吃，好，吃起来，一所。3万，哦，有三万，八所，跟打八所，六所，三所，五到了。这个三所今天是你的恩公啊！对呀，你是故意的，对不对？嗯。三所怎么会打？我想他边三角非常好听，他牌很漂亮，随便靠一张都很美。一张都靠不到。一张都没靠到，他起的牌比较漂亮。好吧，现在一平，来，马上是我们的终点战。好，决战北凤北的终点战，谁赢了谁拿到决战资格。来，来，倩儿开门。七，来看两家的牌。王家倩儿，冲啊！小明吃倩儿，然后吃倩儿，哎呀，女生可以讲，男生不行。吃乌鱼子吧，你吃乌鱼子，好，真的要吃。乌鱼子吃起来，一锁。小鸡吃，哎呀，互吃哦，互吃哦，你们两个吃我的鸡呀。哎，你平常都在看哪个？都学这些是不是？二万，二万，等我们打这边可以。一万，四万，跟打二万，二万哦。九万，九所，一所，
再一张九锁。又来了九锁。一万。六锁。六九一路。哎呦，被吃下来。哎呦，哎呦，是碰哦。大事不妙。不妙不妙。五锁。六锁，六九一路，哎呦，被吃下了，哎呦，哎呦是碰哦，大事不妙了，不妙不妙，五锁，五锁，三饼。三锁，恩公恩公，恩公三锁，八饼，七饼，跟打九万，八饼，九饼。九饼，九饼哦。二锁。六饼。非常需要思考的一张。思考思考，小明不想回家。八万，八万，丁木，四锁。没事，老人家叹口气而已啊，不用害怕。四锁，嗯，心很累哈。怎么会这样嘞？三万。我的还是我的，哇塞，四七带六，转转转，很会转啊！真没这个命，这一把。他摸两张，嗯，你听牌以后他摸这两张，你就是摸不到上下张，上下张就是摸不到。你这感受我有体验过，他有体验过，他没有呀，都没有，都没有哎。真的，然后他的四要来了。对啊，二还在后面，都被他抓走两张，看妙不妙？好吧，哇，没办法，功亏一篑，恭喜小明获胜，两万四千七，来跟我的决战北风北，来决战北风北哈，两万四千七，哎，恭喜我们这个马来西亚的朋友，哎呀，到台湾来读书啊，很辛苦啊，对啊，对不对？哪个可以过一次水吗？这哎你。哦，他是第二次哎，对啊，第一次讲而且马来西亚朋友，马来西亚为什么？而且我下一场就要走了，哎，为什么？我快赶不及我的班机了，我没有想到我可以录那么多集啊啊！你真的没想到，我真的想到你过来的啊！我赶不上，我真的要游泳回去。对，所以你说你下一卫冕，你下一次不能继续卫冕？对啊，是啊，对啊，很可怜哎。哦，你不卫冕就小倩卫冕了。小倩，把机会让给你。给我。哎呦，你要用什么回馈？你是为了把他吧？他是要用什么回馈我？我下面都是那个马来西亚。哎，你把马来西亚人家的印象都破坏掉了。他刚刚说我托，他说我托，他自己说的。什么叫我托？怎么回馈他？他说我托。
他说他托你带一点东西回来台湾嘛，不要以为了。台湾女生很矜持的，我告诉你。好，来，所以你今天没办法继续卫冕嘛，我过你一次水，好不好？我们这边还有礼物，奶哥，我们还有礼物要送大家了。好，送你们三位营养全面升级的养生机能袋，还有呢健康幸福好味道的这个纯炼造酱油。来，来，小明加油啊！十一。决战北风北，24700看两家的牌。庄家小明哦，吃奶哥，小林，哇，来哦，来可以吃菜喽。来，各位，我们可以左右摇一看牌，尽量维持一个平面，不要超过椅子，然后不要二条，好，可以移动了哈。来来，我来去看看它。三笔，八笔，八笔，十一张。吃奶哥，吃你的芭比，过你一次水而已哦，想清楚啊！我听牌就跟你讲，那我听牌要跟你说吗？不用不用，不需要。听到这一句，老实人，我就放心。真的不需要，四十，好吧？来，八条，再一张芭比。哎呀，再一张芭比。再一张，一锁。小吉有一只。抓牌，五饼。二饼。九万。九万。二万。抓牌二条，哎呦，八饼怎么那么多张绝张了？绝张八饼，一饼。挑战吧，大神！哎呦，八饼怎么那么多张绝张了？绝张，绝张八饼。一饼，六饼，自摸不过水哈。七饼，九饼，抓牌，五饼。你的牌都在我手上了。怎么可能？不要盖牌哦！哎，好，原来是要按杠，杠一个，杠上。哦，还是有需要过你水那个。啊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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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了，我要翻牌。小张，小张，杠上自摸。靠，杠什么？是不是炸？是不是炸？炸了，炸了。哇塞，帅成这样子哦，这个马来西亚的朋友，三六万，哎呦，多他的，哇，我的妈呀，一把，哇，完全可以够奶哥哎，哇，你可以过两次水啊，好，那先过好了，来到小明这边，好，来恭喜了，24700，来，好，终于有拿到了，因为他有事情了，他没办法继续，就下一季我们的卫冕。啊，所以把资格呢就让给小倩了，因为她是我们的第二名的，没错，好吧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好，观众朋友们，踊跃上网休息下载我们的挑战吧大神 APP。想报名节目的朋友呢，也可以直接到我们的粉丝专页留言私信给我们哦。谢谢收看，晚安，拜拜。